这个吗？Minutes later. 下太大雨了。明姐，太滑了。终止拍摄了。啊？终止拍摄了。哎，是的，这是第一次遇到拍摄遇上雨。老师一直在准备运动，学习上场。学习？对啊，怎么会下雨的？太突然。你怎么做了这个动作的？好高难度啊！没有，就是。教允阁的热身小课堂。啊，先做什么？首先呢，要从脖子开始，先是这样，前面的，然后左右拉伸一下脊柱两侧，然后侧边。这有什么作用？就是让你的，就是筋啊，什么骨骼啊，什么的，像疏通。就是说，人如果说身体不热的时候跳舞呢，就容易受伤。帮助你身体热起来，然后帮助你把柔韧性拉开。然后呢是手臂，先这样拉肩膀后侧的肌肉，再这样拉肩膀下侧的肌肉，然后再这样拉旁边的。我还没来得及，快点吧，我还没来得及撕，要刚撕的就停了。常在室内什么？我继续。哎，就是一会儿怎么会得多嘴？我觉得你的小课堂真应该交给张一姐。为什么？刚好需要。看到吗？都这样推拉。康康你呀。没有。真酷。
怎么样，戴老师？快活，换了一双鞋，稳得不行，脚像扎在了地板上。好了吗？哎，医生，换个脚底。哥哥表现不错啊。不行不行。下次你拍之前那不是很沉吗？我带你做拉伸，让你参加张宇的拉伸小课堂。可以可以啊，张宇的那个拉伸小课堂，你一个动作你就废了。我刚才看到了。再也举不了相机，只要你跟他坐一下，再也举不了相机。张宇哥说：“来，跟我一起把腿搬到头顶啊！”我只掉腿瘸了，只剩一条腿。这样，我希望还可以掰着腿，这样腿要掰直了。难怪只有他一个人坐，你们都是没有没有坐。没有，我们也可以坐，坐完就跳不了舞。啊，也可以，你展示一下。做完以后就告别舞蹈队，告别到我们舞台。亲吻舞台，过来亲吻舞台。这个没有成绩，这个没有你居然上场。你，什么怪事啊啊啊！没有啊，就踢你的屁股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Thank you.
走起，走起，走起。走了是吗？这个手又差点。怎么样？又上去了，差点在跳错的边缘。跳一次，一次错，次次错，这个。对。还好还好，还好我站的是前面，就是多加一个动作也没关系。哎。你这些发箍怎么诞生的？跟小姐姐好搭，你这头是吗？真的，也是她的衣服呀。哎，是吗？是吗？因为我的衣服被驳回了，我买了，然后不让我穿，都不让我穿。哇，老师你衣服好搭。不，不要。你们下一个。哇，真不错，你的帽子剪了。到了还是剪了？原来是帽子。对啊，我今天的袜子在阿阳和帅的手上。我的帽子漏了一个洞，太丑了。就是说，今天我的东西全部被毁掉。自己的什么剪刀？袜子。袜子。下面是个船袜。感受到了它和我的脚味儿。闻闻。他已经穿过了，他已经穿过了。是，我说，我亲眼，我就是进门的时候亲眼看见张宇哥把他脚上的袜子脱下来，然后给了马老师一剪，给了孔川宇戴在了手上。我是小姐，听说你的手套是他口的袜子。嗯，你闻。我不闻。抽象的分子，小云姐，咋了？没事没事。他想挑拨离间，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没有没有。你这个想挑拨离间。走走走。人齐了，减速40，进隧道后一张拍照。一根就够了，快点。下面放一根就够了。咬我脸上了，没有水浅了，等一下。怎么样？非常有意思，泡水节。太酷了，行。这里要吗？balance 就逐渐变成男性化，怎么？也已经跳散了。balance， 太酷了！你是什么？就随便。别问我，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有没有什么 cue 我呀？害羞啊！你糊涂了。然后，哎，那个可能要。这什么？哇！哇！这个串也是蛮大的啊。大老师。我就是说撸一串。
啊，哎呦，救命啊！牛肉。太辣了吧！微辣。真的假的？是微辣？重庆的微辣。救命！说救命！不行，不能吃，太辣了。不辣呀，我不行，我难受，吃完这个辣。你看看我的汗。救命啊！能量来了吗？上海小姑娘，你怎么就和她是巨星啊？我是上海和湖南的混血。好吃吗？好吃。Balance， 你的 balance。是大脑放空，也不像这已经没有在凹造型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不，完全跳伞了。心情宽的，喝个啤酒，再来杯莫吉托。给我什么一杯莫吉托？一杯什么莫吉托？什么什么的烟，什么的烟魔？你最什么？最重要。最重要。下次再一起。跟我一起吧。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型，是吗？他说这个吗？哦，他说这个。啊？谁说的？他说怎么样都好。但是。没有。他说头大的人是这个好看。头大。萌姐试一下。